我们把他的房子给卖了，好不容易搞到这三幢砖票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 我不能走，我还有任务没完成。放弃吧，双君。你出去看看现在的局势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你还想靠这些东西完成你所谓的任务是吗？你想藏在这里躲一辈子吗？听哥一句话，赶紧接上重生，我们走，行吗？ 你俩什么关系？哦，这是我妹妹，这是我外甥。走吧。谢谢长官啊，走走。好的，保重身体啊。拿回吧。 哥，你怎么了？这一走，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家了。家，我们早就没有家了。双菊，我真的挺羡慕咱们以前的生活，在武汉，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安安稳稳过自己的生活。 如果你一点政治都不怕，谁当家我们不是一样过日子？哥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成王败寇，我们输了，要么走，要么死。 慢点。